好，我是完美魔法宝的宝主宝儿，感谢大家呢对完美魔法宝的支持。在我的节目里面呢，可以看到所有养生、健康、美容、保养，还有头发造型跟整体造型，当然还有化妆等等的单元。那么在最近呢，完美魔法宝呢要开设一个新的单元，叫做美梦成真 Dream Come True。任何呢可以让你心想事成的事情呢，都会发生在美梦成真这个单元里面，所以要尽情锁定完美魔法宝喽。完美魔法宝，美梦成真 ，Dream Come True。我们又到了创意大赛的单元了，现在 ICN 国际卫视的第二届创意大赛又来了，赶快！你第一届如果没有报名到，第二届赶快来报名，因为奖金有5000元。那么今天请到我的好朋友是我们公司的主持人 Kevin， 你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。idea 嘛，自己 idea 出来，深藏不露哎。没有啦，就做出来试试嘛，反正重在参与嘛。这个我觉得在洛杉矶这边的话，有一个活动玩一玩，这样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。哎，像你的朋友还可以拉到钱哦，对，这个很重要。而且我你的朋友好像有很多会写歌，有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他们可能会自己去，而且还当导演。对啊，对，所以你其实你还蛮多朋友可以来参加的。是我一他们了，我有跟他们说，他们也会来报名。五千元。ICN 创意大赛又来喽！你报名了吗？创意其实就在你身边。不要你的承诺，不要你的永远，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。就算是再深也好，能不能够沉默？一些 pop 流行歌曲，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些原创歌啊，或者是改编一些，会把原创歌曲改编成一些 jazz 啊，或者 blues 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能够投票，我们是非常有实力的乐队哦，大乐队，谢谢。那其实呢，除了这些有创作的，在专业领域上面会剪接，然后或者是会创作音乐的之外呢，其实家庭主妇、电视机前的妈妈、创意料理。创意料理对不对？你会做菜吗？我会做湖南菜。湖南菜对啊，就辣椒、啊。所以就变成 Kevin 一盘菜 ，Kevin 上菜。没有，上次我可以做个这个，我上次有煎个蛋啊，然后把辣椒放在上面做一个脸的样子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，很可爱啊。那你是给女朋友吃的吗？对啊，结果很开心吗？好啦，没有很辣。是啦，而且有好多那个做菜都把它排成爱心啊、摆盘啊，怎么弄啊？创意料理其实在现在呢，也可能是人家会发现你的才华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还蛮好玩的。五千元 ，ICN 创意大赛又来喽！你报名了吗？创意其实就在你身边。让我们来回顾第一届的入围影片。国际卫视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疯狂主厨 Lina， 我是个爱做菜的台湾女生。那为什么要叫做疯狂主厨呢？因为做菜的时候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。我觉得做菜对我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，我喜欢跟我的家人朋友们一起分享我的喜悦。喜欢我的创意影片吗？那这个呢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好了。这个其实是我们在上一届第一届的时候呢，它呢是手碰出来这个小熊，知道吗？这个这里上面有一个台湾地图，你有看到？它就是爱台湾的意思。对，这是这个创意，我觉得好温馨。然后就是他就把它做成台湾的样子，说哦爱台湾。我觉得这个创意自己缝的，这个有个更大的好处是说它是可以动的。哦，对，这个很厉害。对，非常木本。然后他还设计出来这种像什么草莓小熊，你知道他现在是迪士尼的小熊设计师。哦，对对，所以他是真的是还蛮有创意的。五千元 ，ICN 创意大赛又来喽！你报名了吗？创意其实就在你身边。让我们来回顾第一届的入围影片。我要为大家制作小熊，这是一个迷你型的小熊，像手指头这么大的小熊。
现在我在剪布，把布剪好了，就是像这样子，然后再把它全部缝起来，先用反面去缝，缝好了以后就是这样，把它翻过来，这个是已经一半还没翻过来，翻好了以后是这样，再过来就是要定位，那个眼睛的位置要定哪里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方式，眼睛的位置要这样，两边要对称，而且要做得很好，好，做好了以后把它结合起来。创意大赛报名方法非常简单，上传您的一分钟创意影片，在与 ICN 国际卫视网站填写报名表即可。查询电话626-337-8889。那 Kevin， 我看到你那个什么，这是自己画的、啊？没有啦，就自己好玩啊，然后自己去做一做这种东西啊。然后改造这种创意面具。对啊，是加勒比海盗马上上映。哦。所以我发现你也是买，而且还有上市值。Oh my god！ 女杀手的抓痒牌，有没有？真的可以这样？这很好用啊！你直接怎么样？这个你自己随便乱凹的吧，这个。对啊，就凹出来就好了，就可以用啊。Oh、my god！ 真的好夸张。哎、欸，这个，这个对，你知道这个做出来的？应该是塑料，我猜啊，应该是用那个保璃瓶的下面，然后剪吧，然后用剪刀剪的吧。对，它就是用那个，这也是我们第一届做。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创意，而且我觉得好环保。对，环保。对，因为它像它用保丽龙的下面去把它融化，它热融之后，它就可以这样做成一个发夹。还有做很多很多什么，你看好看吧？嗯，然后用做什么包包啊，然后手提袋啊，其实就是呼吁我们说，其实，在我们身边很多东西是可以废物利用的，而且这个地球会感激你。对，你把你的发明贡献出来，这个地球会感激。5000元。ICN 创意大赛又来咯，你报名了吗？创意其实就在你身边。这个暑假过后剩下的很多大大小小的保特瓶，我用这些材料做成一些有趣的手工艺品，例如灯饰，还有手提包，还有一些好口萨奇海底珊瑚的灯，我是利用水罐把底座剪下来以后，在热水用滚烫的热水里面把它烫完了以后扭曲变形成了这个样子，然后这些呢单位就是从已经扭曲变形的一些塑胶罐组合起来了，把那个圣诞的小灯塞住瓶嘴就成了好像这些有趣的口哨子。两种报名方式啊，第一是可以上网啊，是我们 ICN 的网站 www.ivcusa.com， 然后呢就是我们电话报名，电话号码是626-337-8889 337-8889，那打电话过来这回不用找我了，找宝了 OK， 上次已经找我们都可以了，对啊对，找他，对，其实找我们都，我们公司的同事呢会为你服务，就是你有任何的疑问，因为其实这是家里自己，因为现在手机，你手机可以拍短片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，现在手机基本功能都可以，对，然后照相机，对啊，都可以啊，也可以拍短片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只是要交一分钟的短片，所以说就也是意思说，我如果今天把这个创意做出来，我把我的整个过程给它拍下来之后呢，然后寄到我们公司的网站，或者打电话过来，我们会有同事告诉你怎么样去 upload 你的短片到我们网站来，这样的话你就是完成了一个报名的动作。没错，讲得非常的清楚。那有很多人，如果我真的打电话给我们说，我真的不会使用怎么拍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把它 upload 到网上，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把东西寄出来，没关系，你来我们公司把你的作品带过来，我们愿意帮你拍，可是你要先跟我们预约。OK， 那当然。对，或者是你的一分钟短片，你可以把它link 到像 YouTube 啊、Facebook， 我们都有玩 Facebook 嘛，都有玩 YouTube 嘛，所以你把它 link 上去，再寄给我们，把那个 sub link 给我们就可以了。所以创意大赛报名方法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，而且现在报名就有你，报名就送你。对，我觉得只要有想法，就赶快来行动，就打电话过来，只要愿意来参加，我们都欢迎过来玩。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也给大家一个机会欣赏你的 idea 啊，然后有可能拉到5000块钱。哦，对，这很重要。我一再闷心，5000块钱，这个是非常吸引我的一个地方。我现在不好工作，不好做，5000块钱，这个我一定会努力去想。因为在第一届的时候 ，Kevin 可能还不知道，那时候我们第一届的是一个老奶奶，然后她已经70几岁。哦，厉害！她是什么？她做那个折纸。
折纸，然后他自己设计成什么一条龙啊、熊猫啊什么的，然后他自己这样子设计以后，他是得了第一名，他拿了5000万，然后造成整个家族的轰动，大家都帮他拍拍手，因为这真的是在家族里面是很 proud 的事情，很骄傲的事情。对，也是可以让你平常在家里没事做的。我知道你很忙啊。我记得上次好像看到一个短片是，就是看了一个短片，一个妈妈吧，然后用自己家里的那个，我印象好深。对，那个 ice cream 的那个 cover 那个东西，把它做成一个苍蝇拍，然后自己就打。5000元 ，ICN 创意大赛又来喽！你报名了吗？创意其实就在你身边。剪下来了。您好，我是19号。作为一个家庭主妇，要精打细算，能进不能出。外面卖的苍蝇拍太小，常常打不到，而且又要花钱去买。于是我就发明了巨大苍蝇拍，它是用冰淇淋的盖子加上2根铁的晒衣架做成的，既省钱又环保，而且百发百中。最重要的是制作简单，每个家庭都有，大人小孩都会做哦。胶带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把它粘起来。很好笑，那个很好笑，超好笑，万能万能不行。对，那个我真的笑到不行，你知道吗？这可能就一些东西出来有一些笑料在这边，娱乐大家也是很好的。今天非常谢谢 Kevin 来我们节目当中，谢谢，美梦成真，祝你美梦成真。美梦成真单元由最清新自然的饮品杨学成特别赞助。